不好了，小朋友们，小猪佩奇的家人和朋友们的衣服都不见了，让我们一起来帮助他们找到正确颜色的衣服吧。第一个是小猪佩奇，他的衣服会是哪个颜色呢？是粉色吗？不对不对，那我选择绿色。也不是。那红色呢？正确。第二个是小兔理查德，他的衣服在哪里呢？我猜是橘色。不对不对，那是蓝色吗？正确。接下来是猪妈妈，我们选择红色的衣服试一下。又错了。那橘色呢？答对了。这个是猪爸爸，他的衣服一定是这里面最大的一件，那我选择绿色。最后一个咯，是小羊苏西。我知道我知道，那我们就选择粉色吧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小猪佩奇的家人和朋友们已经找到了正确颜色的衣服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